King Kong 點擊200萬 ，Anthony 千字文講感想 ，Amy 原稿胎死腹中。Anthony 新歌推出咗4日，喺網上嘅點擊率已經超過100萬。佢今次做導演，冇忘記向合作單位同埋人員講多謝，更喺社交網發千字文講感想，透露 Amy 嘅原稿因為時間關係胎死腹中。他說小時候跟姐姐有一種無形的比較，但只要進步和努力，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第一。他感激神徒的支持，最後更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自己心目中的 King Kong。 李正宰、李炳憲回歸游魚遊戲二，導演放風西裝男孔劉或會回來。韓劇《魷魚遊戲》去年上線之後紅遍全球，當時已經開始討論開拍第二季。 Netflix 今日終於落實，除了公開新海報之外，還有導演黃東赫正式宣布李正宰飾演的奇芬和李炳憲飾演的遊戲負責人都要回來了。還放風話由孔劉飾演拿著畫片的西裝男說不賣都會回來，又可以見到123木頭人英熙的男朋友接受，最後還說將以更加新穎的遊戲和驚人的故事再次跟大家見面。